今天吃鱼，吃鱼啊，鱼子，烧辣椒，还可以，就这就太阳。有点烫，我也挺烫。没挂，打不起了。早点，没事没事。早点安排我，还是平安的。反正也挺好的。这萝卜好吃的呢，这玩意儿。我们在市场上要不要争取非常还能买哪个吃的那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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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的时候是真的没有那个机会，要上那个机会，有两个机会，对不对？